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4年8月28号，那么星期四，农历是八月初四啊。那么前面呢有十几分钟的白话佛法啊，和大家啊分享。那么我们学佛人经常要讲一句话：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。就是意思就是说，经过人间的不断的磨练和累世的积累，也就是说百千劫我们投胎了又死，投胎了又死亡，一生当中再加上很多的劫难，那么这个积累生累世的劫就叫做百千亿劫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劫呢？因为你前世的前世，前生的前生，就是这么轮回，再加上这些事情，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简单，你不管做了多少事情，不管你投了多少胎，但是你的业障它是不会自动消除的。因为你今天的善业进入你的80天中，你做的恶业同样也进入了你的80天中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人要么不做坏事，做了坏事就是不是轻易就能消除的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学会啊，看问题看事物一定要懂得有个业障在身上。所以因缘聚合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因为你的因缘果报自作自受，等到哪一天你已经成功了，或者等到哪一天你已经啊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，让你的因缘果报来承受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已经得到了因缘果报还自受的道理。所以学佛人我们经常说，要懂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部都会记录在自己的啊80天中。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经常要去懂得闻思修。闻就是听闻佛法，思就是想好了，思维过了之后，你有一种佛法的境界，知道我今天将要做的事情是好是坏。当你听闻佛法，思维佛法，你才会懂得修心，所以叫闻思修。实际上我们经常说，人要管好自己三个门呢，啊，这个三个门就是身口意啊，啊要清净。这个三门呢，称为身体、嘴巴，还有意念。所以很多人说三道四，经常说别人不好，那么实际上身体造业，嘴巴也造业，意识也在造业。再就是我们经常跟别人说的，做人想离开这个世间的烦恼，你就必须要懂得闻思修。想离开烦恼，就必须管好自己三门。这三个门会让你心烦意乱，
把意念管好了，你的心门才会打开。所以烦恼的时候不要去想它，这就叫出离心。所以学佛做人要懂得，这个世界你种大因就会得大果，种恶因会得恶果，种善因会得善果。所以人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每一天都被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因所缠住，来接受这个不能接受的这个果报。所以希望大家绝对不能种因。现在的人尤其敏感，一个眼神有时候就会种下一个不好的因，一个任何不好的东西灾难了，都会让你得出不好的果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破三界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才能出六道之幻网。虽然三界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不错的，但是也要破掉它，因为只有真正的超脱六道，你才谈得上人间的福德，才能真正的用人间的福德来修成正果，来超脱六道轮回呀。在人间受到了轮回之苦，台长告诉你们，人间的轮回就是当你有一件事情不想做但是要必须做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受到轮回之苦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今天胃痛了，痛了好了，吃的时候又忘记了，吃的太多，然后胃又痛了，这就是轮回。今天夫妻吵架，吵了好了，过一段时间又来吵架，这也是轮回。所以看清事实，明理，懂得我们要脱离轮回的人，必须要具足福德。福德是什么？福是自己造的，因为当你心中总想着帮助别人，布施给别人爱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德是什么？不占别人便宜，永远去帮助别人，这个人就会有德，这也叫福气。所以人要懂得有福气，要懂得布施。一个人不一定要布施财，但是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布施一些我们说的你的真情真意，你的道德品质，可以布施给别人微笑和感情上的帮助。所以想求解脱，你首先要福德具足。所以在人间的烦恼当中，我们混合了84000种疾病。实际上正因为人间有84000种病，所以才会产生84000种法门。因为人的烦恼太多了，多的已经数不胜数了，
苦的已经苦不堪言了，累的已经不想生活了，已经到极限了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应运而生，这是你们有求必应的一个法门。只有懂得怎么样来用菩萨的能量转脱自己身心的烦恼，你才会让自己身心健康，才会摆脱折磨来改变它。所以要增福增寿，实际上也就是增福德。所以学会放下，就是真正的增福增寿。当一个人懂得放下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就懂得怎么样来去除杂念。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我们做人要有德行，要有德，以德服人，有品德的人才能征服别人，才能让别人服你。如果这个人没有道德，别人是不会服你的。你们看看，打人的人能够打得让别人服吗？骂人的人能够让别人服吗？所以以德服人，治天下以德高为重。所以希望大家学佛就是要学佛的真谛，学佛的真正的进步人生，解决人间净土问题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学，真正的把学佛的功德用在自己本性当中，你就会积善积德，你就会给自己带来人生最大的快乐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